通讯软体 LINE 靠着贩售贴图跟手机游戏道具，让去年的营收高达5亿美金，相当于新台币152亿元，获利能力非常优秀。就是这个生动有趣的模样，让即时通讯软体 LINE 的营收傲视群雄。根据《华尔街日报》指出，通讯软体 LINE 去年的营收高达5亿美元，相当于152亿台币，领先美国的 WhatsApp 和中国的微信。虽然 LINE 的注册用户高达4亿人，但活跃用户目前只有1.75亿，远低于竞争对手。目前主要集中在泰国、印尼、台湾和日本等亚洲市场，但擅长入境随俗的 LINE 去年就和西班牙足球俱乐部合作，推出球员系列贴图，让 LINE 立刻在西班牙累积1600万的注册用户。LINE 的获利方式多元，除了官方账号的上架费和贴图贩售，最重要的就是手机游戏的获利。在去年第四季的营收中，有60%的获利来自游戏道具的贩售。LINE 的前景看好，目前更是积极开发亚洲以外的市场，也曾经传出上市的消息，让投资人都相当期待。三立新闻。